We can choose to stay in our bubble of comfort or go anywhere right now without a plan, without worries and fears, and without notifications. Just you and your Jeep. You are going to lose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but you will see the best places, people, and see how little you really need to be happy. Eat, sleep,Jeep, repeat. To all Jeep lovers, this is You Can Be Happy. When the pavement ends, let the fun begin. Yeah.本期节目由白金赞助商轻轻松松轻轻北美代购独家赞助播出。第一站呢，最最核心一定要去的肯定是 Moab 犹他，对吧？这个大概需要两天的路程。本来计划是想在 Twin Falls 大概要开11到12个小时，但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不一定很现实。但是呢，反而想要这种结果吧，因为中间哪里好就停哪里了，去找人问问哪里可以住。中间一定要停一次，现在还早饭没吃呢，吃个饭，然后之后继续赶路了，看看在哪里住。基本上呢，第一天就这个安排。再走一走，马上就到美加边境了，这里呢可能就不让拍了，但是没关系，这个时间呢还算正常吧，这个地方等个10-20分钟还是挺正常的。不算太那个。那在等的过程里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吧。现代生活离不开一些东西，但是我这次去呢，故意也没开通什么美国电话那些上 WiFi， 那就是靠麦当劳和星巴克了。那再说回到这个，对吧，准备过程里面给自己有限的资源，其他呢带的最多的最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这个厨房设备。那厨房设备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唐大叔以前看过一个旅行烹饪嘛，那这个人是一个在英国开餐厅的一个米其林3星的厨师长，他每年都会拿2个月时间左右回到那一圈吧，故乡对吧，印度啊，巴基斯坦这边，然后去本地买食材做他新的菜色。所以我当时看了，哦，真的感觉就是自己很想要那种，对吧。那当然现在我第一步实现这个梦想了，开着吉普，所以我厨房上面呢花的功夫可能是最多的，所以这个是我可能比较占地方最大投入的吧。那其他东西就是以往的经验吧，该带就带一些，尽量做减法。你看唐大叔就是出去呢把头发剪短，对吧，那肯定要戴帽子，但是呢你看冷的话我还搞了一个这个帽子，哈哈哈。那还可以一秒钟呢变成唐大叔家乡的感觉，有意思吧。这个应该挺暖的，最冷就是前面头5天吧，差不多保暖基本差不多了。我觉得睡袋加个滑雪裤，加我一件 Alpha 的一个外套，然后再加这个这两件，基本差不多了。哦，终于出发喽！不管了，不管了，都是一个经历嘛，对不对啊？哎呦，今天搞得饭都没吃过呢，啊，咖啡也没喝过，饭也没吃过，是不是先找个地方买杯咖啡或者什么？唐大叔出来玩呢，一直喜欢找一些本地啊以前没吃过的，对吧，看到星巴克啊什么麦当劳都没有停，拿一个简餐然后买杯咖啡赶快提提神，接下来就狂开了。我查出来叫 Woods Coffee， 可能这是一个美国的连锁店品牌吧，还不错。那说到唐大叔吃这个汉堡，就不是汉堡啊，其实是牛角包的那种汉堡。为什么买它呢？因为它叫巴哈 Turkey， 就是墨西哥的巴哈越野赛，对吧，拉力赛的那个地方，巴哈也是很出名的越野的地方，呵呵，所以挺有意思。看到巴哈，我说我去 Moab， 说这必须要吃一下这个。他说：“哦，有缘分呐，是吧？这个美国大姐，
太搞笑了。先吃点东西，然后继续出发赶路了。时间有点滞后了，现在下雨，西雅图也在下。希望第一下先开出这个下雨的区域，然后再去买点东西。然后今天晚上在哪住还不知道呢，再说吧。走着走着呢，雨越来越小了，然后呢，现在已经接近西雅图了。大叔现在第一次加油啊，没想到一个荒山野地的小油站里面卖的很多，还和酒店在一起，可以买酒啊。唐大叔到的就是这个地方 ，People of Moon。那第二次停车呢？加油，当然来美国就要买万宝路车了，继续走。现在看不清楚啊，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山顶了，已经现在温度不断在降，是吧？现在降到2度了啊。唐大叔还在又在冲吧，现在300公里左右，争取今天能拍到500公里以上吧。其实现在才晚上5点钟，所以3个小时开了300多公里吧，算是挺有意思的。我发现晚上大家走蛮好的嘛，很多人都在赶路，不会觉得一个人开，可以的，继续冲，看看今天到底能开到哪吧。哇，太给力了！没想到美国这个高速上面还有路灯啊。说到灯这个问题啊，唐大叔的牧马人是 JK 的16款，对吧？17款也可以选这个 LED 灯的选项。16款里面呢，咱们是没得选的，所以必须要自己去装。那出发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非常有帮助，特别是晚上在赶路的时候。哦，幸福来得太快，也走得太快了。那个路灯只有一小块，看到大家已经看不到我了啊。那再赶一赶。那经过一路的狂奔呢，现在开了500公里左右了，再找一个加油站。我好像看攻略的时候 Traveland 还是什么也可以在停车场住的，还有沃尔玛，但先不管，我在停车场睡一会儿，休息一小会儿，一会儿呢再继续赶一点路，还是要争取明天怎么也要到那个盐湖城或者 Moab， 这个才能接下往下走，继续冲。给大家看一下唐大叔的睡房，我先不睡睡袋，但是很聪明，我带了个毛毯，睡袋铺下面，然后有一个汽车吹起来那种，但是我好像只能用嘴吹，我还没时间吹呢。这样2层垫在下面，在这稍休息一会儿应该没问题吧？啊，试试看，休息一会儿。那睡了一会儿啊，然后有种满血复活的感觉。因为最近几天准备，这是新帽子，正好现在冷了，现在应该负1度左右，准备比较兴奋，然后晚上1-2点吧睡着，早上7点来钟就蹦起来，有点小累，但是现在感觉有点小进入状态了，休息了大概1个钟头左右，最主要眼睛对吧？大家知道经常熬夜眼睛有点干什么的，所以现在休息一下眼睛舒服多了，继续冲继续冲，明天一定要到犹他。大叔呢，现在已经开了600多公里了吧，还是17号啊今天。然后这是个休息区，休息区也是另外一个可以睡觉啊休息的地方。现在已经快10点了吧，已经有一个拖车的估计在那睡了啊。唐大叔也可以考虑在这睡一会儿，或者今天晚上就在这睡了啊。休息区还是不错的。在这里插一句啊，这个帽子发现好给力，弄起来一扣就可以了，翻到上面就变成咱们东北宁了，然后这样的话
现在显示室外温度6度，我不知道为什么越走这边越不冷了。那烟还没抽完，跟大家介绍一下唐大叔的小装备吧，我觉得挺给力的。首先帽子不用说了，没想到真的见了奇功了，这个就不算了。这个脖套是滑雪用的，我专门带的，这东西用过很暖很暖的。那里面穿呢，我就穿2件外套，里面再穿一件长袖的，随便什么汗衫都可以。一件里面是毛毛戴帽子的，可以睡觉的时候垫在头上啊，盖住点也暖和。那第二绒绒的这种比较保暖，再加上外面外套防风就可以了。但是最最给力的是唐大叔最后一秒买的这个东西，哈哈，好丑的鞋，但是这个鞋换完以后好舒服啊，开起来好不累啊。后来换完鞋之后就可以多开至少500公里了，今天对，还蛮好的。现在已经快10点了吧，不知道哎，还能开多久，是该不该休息呢？还再冲一会儿，再冲一会儿。哦，现在是9点48，想想再冲一点吧，已经开了624.7啊，620公里了今天，2点钟才从关口出来，那再冲到下个休息区看看怎么样，然后决定要不要休息吧，或者直接冲到看日出啊。再说了，再冲一冲，再冲一冲，因为一共有1400公里，现在才开了，还是太慢。明天不想晚上才到 Moab， 我想下午之前到，再冲一下吧。快11点了，凌晨，一路狂赶之后呢，开到750公里了，离原计划就是第一天要开13小时的地方还差250公里左右。大家现在看不到啊，但仔细听这个滋滋的声音，旁边呢是有火车跟我们在一起走，好牛叉啊这个地方，因为它全都是山顶，那大青铜矶那个 Summit Road， 所以你都是跟着山顶一起在走的，虽然大家看不清楚。好，继续冲，冲到800吧，今天冲到800试试看。刚刚呢，哎呦，耳鸣好严重，刚刚搞了一阵子有点小紧张啊，现在海拔挺高了，温度终于是回到1度了，刚刚最冷的时候-2度。最后一段就是冲 Twins Fall 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要冲到1000公里。那这一段路呢，最后一段了，那就是地图上显示就是一条直道，就一直没有油站的显示，所以唐大叔本来看到最后一个油站有感觉想要去加油的，但是想说还有前面2次都加得太早了嘛，然后想说还有大半箱先不要加了吧，结果一直看不到，差不多200公里看不到，有点小慌了就知道了。我倒不是很怕，万一有什么情况油用的那个，我就可能直接停在路边上睡了，那明天早上再找人借点油什么的都不是太大问题。261，我现在在267、261出口就有加油了，所以呢，看到有人的地方了就没那么慌了。啊，没问题，继续冲，今天冲到1000，冲冲冲！啊，顺便说一下，如果到那个 Twins Fall 的话，要4点半凌晨，也就是再说吧，先冲一冲再说。Holy shit！ 刚刚。看上去像一只小兔子一样的在我面前，其实我知道了，右边有干草，然后就天上直接撒一堆冰下了一样，大家有听到一点吗？啊，Let's go！哈哈，终于哇，好多大客车，终于找到油站了。加完油之后呢，唐大叔打算就干脆就在这儿睡了吧，先加油再说。加了油，想干嘛都行了，人就比较有底气了。不下车不知道啊，感觉还是很那个的，还是有点晕，准备睡觉了，回去就睡觉了。刚刚两个超级热心小伙子，这么大风帮我加油什么的，还回答我一堆问题，现在肯定要小费。这个教大家来美国玩，记得小费要给啊，服务好的话，美国服务真的比加拿大好。两个小伙子，跟唐大叔的性质一样，对吧？服务性行业的，跑军军的交钱什么，服务性行业对吧？服务好的话就应该给点小费，要说
小伙子真的好冷啊，我出去一小会儿都冷死了。哦，山顶大风这谁受得了啊。刚刚跟小伙子们问了对吧，我说晚上就能睡吧，他说可以的，然后给我指了个地方，这里已经有几台车了，估计也是在这过夜了。就是好，唐大叔也睡这儿了。哦，现在是11:36了。最后睡觉前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天啊，最冷的时候低过2度，现在这么大风，但实际上说是外面还是正2度，今天最冷在山上是-2度啊。从过关开始，从美加边境过关之后开了750公里，今天还可以，基本赶上进度了，明天就能到犹他了。 Yoohoo! Good night everybody!眯了一会儿了，估计零下了啊，还可以，还可以，不是很冷，继续睡。吉普有点晃啊。飞机、火车都有啊，这个风有点越来越大，大得过分了啊！再这么大的吵死了，车也太晃了。刚刚越来越冷，越一直添东西，手套。你看都是很舒服的，这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穿舒服一点，保暖又舒服的。但最后实在不行了，头也冷，帽子还是不行。戴了帽子之后呢，局限你这个，对吧，你脖子动不舒服，回头躺着压住衣服之后，那所以就戴了这个。那这里也给我的赞助商吧打一下广告， Overland Outfitter， 这个地方很不错的，本地生意蓝里的，回头我再细介绍吧。他们也是很喜欢 camping 的人，然后最后自己开了个店。哎，怎么扯到这来了？现在几点了？我的意思，出发，继续开。现在是几点钟了？我看一下啊，现在是1:36，继续走吧。这风太吵了。OK， 继续走，找到舒服一点的地方睡。先下山吧，不在山顶睡。OK, let's go. 那刚刚睡了一会儿，感觉还可以，休息一下还挺精神，还是差点睡着了。但后来风就大了，然后我不多说了，正好精神头回来了，还是着急想赶路，所以继续再赶一赶，然后再找一个下了山之后吧，找个平地上舒服的地方再睡。好，我们继续走吧。现在是凌晨2:30左右了，刚刚终于开到800了，哈哈，耶，冲1000！哇，这个 JW Speaker 的头灯真是不错，而且这个是刚上市的，唐大叔换的，可能大家很多用的觉得不错，都是老款的，这个稍亮一点点，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真的很好哎。当然高速上对面没车的时候可以偷开一下，就看得很清楚了，特别这么黑的时候，哎，这个升级实在是不错啊，回头跟大家细讲吧。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但是前面，第一，我们是在两个山顶中间在走；第二的话，前面灯火通明，是有人住吗？还是滑雪场？哇，好牛叉的感觉啊！哎，我们正好走这个方向，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哦，看清楚了，以前我也见过这种，是工厂，工业的工厂，但是超多灯，可能是为了方便工作吧。但反过来，把整个建筑变得很漂亮。另外，在这个位置，这样的山，哇，这条路白天走应该真的也挺不错的。晚上走另外一番滋味吧。现在是凌晨3点钟，我们开到863公里了。大家可以欣赏一下，还是蛮帅的。那左侧就是山，右边也是山，可能能看出来一点点吗？但是这个工厂有点小帅的，对不对？一个化工厂搞成这么帅干嘛嘞？这是不是刻意的时候反而有种艺术感啊，有意思。一个人开夜车呢，也没什么，因为呢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啊全都是那种大货车，
我现在找了一个前方的跟他作伴吧，等于说跟踪他，这样开起来比较不累。给大家一个技巧，也是长途车呢，如果你找个大车，保持好距离，保持好距离跟着其实是比较不累的。现在看到的全是货车，不错，有人陪伴，开起来没那么无聊。听着小歌，都是听唐大叔这个读书时代的一些。当然，这次吉普探险也是我读书时候的一个心愿吧。现在呢，离我本来计划的第一站，还有4个小时。哎，我感觉精神都还可以，是因为兴奋还是什么吗？真的没怎么睡啊。这不管它了。再冲看能不能冲到，还是我是想下山找个好点休息去睡觉，但没有的话就直接冲到那算了，继续冲。开了900多公里，现在刚刚进入爱达荷嘛，怎么念我不知道，但这个就是 Twins Fall， 就是本来我计划第一站，还差个估计200多公里吧，差不多了，到极限了。现在这个时间睡到早上，出门到现在就没看过天亮的，太搞笑了。不吹了，赶快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继续赶路。终于 good night 了。早啊大家。一觉睡到8点了，睡了快半小时嘛。忘了昨天是3点来钟对吧。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Good morning, everybody.